你的大部分钱在哪？大部分钱我们就放在这个那些这个其他的银行那些投资户头上。你像我们有 TD、E-Trade 这些地方，一般不动的，就是偶然的时候有机会的是动一动。因为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市场掉的时候我们就不掉了，对吧？哎，现在是天天涨，我本来想 short，搞错了，掉了一点，你看没有？这澳元呢，澳大利亚元，我们昨天晚上呢是买了澳元，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价钱。今天早上澳元呢是0.9376，我卖掉的时候是0.9370卖掉的，但如果我当时反个方向的也是不对的。后来我想还是稳点啊，因为这个欧元还在涨呢，你看欧元在涨，哎，你那个，对，是吧？对，错评。你看博士的代替这个，没有，这个我知道那个地方，只是在楼下而已，对找对对。老冤枉的。你走错了，我就问另外一个，他给我说到门外。现在3点钟又跑了，啊，又好了，哦，3点，好就了是是吧？吧？对，3点钟。那地址给我。他前几天拉走48号那个，央视这里。对，他央视。